之歌四，水上障碍赛。欢迎大家收看由又酷又帅的洛奇五安主持的水上障碍赛，欢呼声！啊，场内的三组参赛选手看齐了晋级门槛，比赛即将开始，请选手们做好准备，预备，出发！嘿嘿。论速度，我们可不会输。第一是我们的。德洛，你今天没有检查汽艇吗？不是你检查的吗？借我一拳。德洛他们下沉了。拉阿顿淘汰速度，你们的确是第一。蒙尼，你现在加速。有临时岩石障碍，要减速通过。收到。哇哦，粉色姐妹维奇和梦妮顺利通过岩石障碍区，即将到达终点。太棒了，跟我来。不要。把手给我。救命啊。哇，你和威奇太让我感动了，他们带着翼龙兄弟一起冲向了终点，共同赢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。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交给最美粉色闺蜜。非常有默契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秘诀吗？秘诀很简单，相信队友，合作才会更有默契。蒙妮说的太好了，相信队友，就凭你。音乐启蒙，快乐成长。